现在是4点，我有一点见红了，所以明天可能要去送孩子啦。凌晨5点，我出门啦，去医院啦。我现在坐在车上准备去医院了，然后呢，我的宫缩不知道二胎是不是因为特别的不一样，反正也不是很疼，然后一下有一下没有，还不是很规律。但是医生说要我先去医院，医院见吧。路上一辆车都没有，凌晨5点的芝加哥，高速上居然堵车了。我老公还带了一包面包，虽然我刚刚偷吃了2个，因为等一下不会让我再吃东西了。我居然是自己走进去生孩子的。走错路了，医院太大了。3楼，你知道吗？我保险卡没拿，我钱包拿了，拿了钱包。催产素了，我现在在吃饼干。这是宫缩素，1个小时2个小单位，他说很少，然后每20分钟可以给我调整一下。然后我现在的胎心仪是无限的，所以他要我在房间里走一走，加速开指。我老公好残忍，我现在上了催产素，不能够吃东西了，只能够喝没有颜色的液体。然后他现在在我面前吃辣椒炒牛肉的米饭，而且就是楼下食堂的，我太难过了。好吃吗？像中国的吗？天哪，我生完我要吃这个菜，记得帮我点一下。